muss überlegen, muss überlegen, muss überlegen. Oh, ja. Oh, haben Sie es nicht? <笑>我冇输俾你噶，冇输俾你噶。我梗系唔系玩紧 Wii Sport 啦，我玩紧啱啱推出嘅任天堂 Switch Box 啊。想知呢只 Switch Box 同以前嗰只 Wii Sport 有咩唔同，同埋呢只 game 玩嗰时要注意啲咩嘢，或者有咩配件追加咧？睇完呢段片咧，你就会揾到答案啦。哇！困咗屋企几个月冇做运动，越嚟越肥啊！哇！終於俾我買到一隻 Switch Box 啦，嗱，臨拖嚟做個運動先，睇下入邊有啲咩先啊！一隻 game， 跟住仲有條腳帶，就係咁多啦。好，立即開嚟做運動啦。喂，入邊原來有個注意說明書，有張嘢同埋張 Switch Box。嗱，今次呢隻任天堂嘅 Switch Box 遊戲咧，同以前 Wii Sport 有咩唔同咧？就最主要咧係追加咗一個 online 對戰功能嘅。以前的遊戲你就可以面對面跟啲 friend 玩啦，但今次的遊戲就可以上網跟啲 friend 一起玩嘅。咁同埋透過在網上玩的成績你將來可以更加去升級做玩嘅聯賽啦、大職業賽咁，同啲高手對量嘅。咁另外講翻遊戲啦，咁今次遊戲就、最主要就係有六隻遊戲噶，咁而六隻遊戲就保留咗一啲以前喺 Wii Sport 受歡迎嘅遊戲，再加上一啲今次嘅新遊戲嘅。嗱，我逐隻遊戲介紹一下啦。第一隻排球。排球今次就可以支援二至二人一起去對戰玩嘅，主要是用一個 Joy-Con， 然後咧就單手咁去托球啊、殺球咁已經玩到噶啦。咁第二隻羽毛球，呢個咧就一隻 Joy-Con， 一對一互相去揮拍對戰嘅。第三隻咧就係呢只以前好受歡迎嘅保齡球啦。呢只保齡球咧保留翻以前嘅玩法啦，但係追加到可以一至四人輪流揸住 Joy-Con 去射個波入賽道。跟住呢只咧足球遊戲啦，嗱呢只遊戲咧最搞笑啦，因為呢只咧。竟然是用手玩的足球遊戲嚟噶，咁奇怪咧？嗱，即足球遊戲，佢主要咧用個 Joy-Con， 模擬你到時頂頭射龍門啊等等嘅動作嘅，所以你隻手係擺後啊，咁錯落去嘅。咁亦都其他踢球咧都用手嘅，但係呢隻遊戲咧會將會透過更新去追加新嘅模式，包括譬如十二碼模式，到時咧就要用到。雪波入面送我條腳帶咧，箍喺只腳度，真係用只腳踢噶啦。但係暫時呢一刻咧，只有用 Joy-Con 去玩嘅。下一隻格劍啦，格劍咧以前亦都係任天堂紅金寶最出名格劍啦。今次咧就叫做激劍啦，改咗名。咁呢隻遊戲咧就一個 Joy-Con 又得，兩個 Joy-Con 都得嘅。一隻 Joy-Con 嘅話咧，你玩單劍；兩隻 Joy-Con 嘅話咧，你玩雙劍格劍噶，可以一致對一個對一個玩嘅。最後一隻就係網球遊戲啦。同樣好似羽毛球咁，一個 Joy-Con 就玩到啦。咁咧佢唔同嘅地方咧就係今次呢個網球咧可以二對二一齊玩嘅。嗱，咁啊雖然暫時遊戲咧得六隻唔好多啦，但係呢只 Switch Box 咧喺嘅會進化嘅遊戲嚟嘅。任天堂會透過更新就會追加翻新嘅遊戲啦、新嘅模式嘅。咁預定今年九月到咧就會追加呢個高爾夫球免費更新。咁唔排除任天堂咧將來睇下會有冇良心啦，就會可能透過課金啊或者免費更新咧就追加更加多嘅遊戲嘅。咁暫時粗粗地做住運動。玩呢個體感運動遊戲咧，我覺得最緊要咧唔係模仿到動作，最緊要咧係出到個拉西嘅感覺力度出嚟，咁先好玩嘅。咁我試試攞呢隻運動保齡球咧，睇下做唔到啲效果啦。哇！全中，再嚟。我用咗少少力度嘅啦，剩低兩個鐘，一定用拉西咧至可以做到嘅，睇下可唔可以用呢個拉西俾我補中啦 ！Yes， 屌！呢個運動 Switch Box 咧，真係到做到嗰種細微嘅拉西感覺，同埋比以前更加進化。就以前咧，任天堂嘅 Switch Box 咧，需要有條 sensor bar 嘅電視，受住電視限制去玩啦。今次咧，你係可以帶住 Joy-Con 已經玩到。即換句説，隨時隨地，無論室外室外都做到運動噶。玩個 Switch Box 要注意啲咩嘢咧？而家提提你啦。嗱，首先咧記得預留空間。以前嘅 Switch Box 咧就要有個電視擺前面啦，一定要有距離啦，你先可以俾個電視聲到啦。今次係唔需要嘅，但係都要預留你同電視嘅一個距離啦。因為你記得當年咧就出現咗好多事件嘅，就咩飛咗個手掣出去插爆個電視啊，或者整爛身邊啲嘢啊咁樣嘅。所以記得預留空間，同埋咧，任天堂建議你咧
真的要拿回你部機跟機的時候，很少人用到那條手繩出來啦。有時候手繩一對手繩跟給你的，套回內裝房裡箍回手，保障安全，保障你會傷害到身邊的人或者物品。另外第二件事就要注意，就是要個空間感啦。除了電視距離之外，你都將手打壞它，可以拉個圈看看會不會喐到，或者上下都整個圈看看會不會身邊有這樣的空間先。如果你沒有這樣的空間，你要小心，因為當你玩這些體感遊戲時，看著遊戲的畫面，你很多時候突然忘記忘記了身邊有什麼東西，所以你記得有這樣的空間，到時以防一踢波 GO 跟著嘩那些東西即刻暈暈爛曬，那就大禍了，得不償失。第三個要注意的，記得做 warm up 運動。玩的時候你的動作一定很大力，很投入的，一下子就是那下很大機會拉傷了。雖然是運動遊戲，但動到你身邊很多肌肉等等的，記得做個 warm up 運動，以防傷害到身體關節或者筋最重要的東西。另外玩這隻遊戲選購的遊戲呢，就是你這隻 Switch Pro 遊戲呢是對應所有遊戲機的，包括你的 Switch Lite、OLED 和舊型號全部對應，所以不用怕任何你只要有 Switch 的就玩到的了。不過 Switch Lite 呢，你是因為拆不到 Joy-Con 出來，所以你要另外再配多一對 Joy-Con 才有玩到的，而且你只可以望到細的情況。不過如果你其他型號的主機呢，就不放電視啦，亦都可以隨時帶部 Switch 主機在戶外一起玩遊戲都得㗎。咁另外呢，就每一套 Switch Pro 呢都係咁嘅包裝㗎啦，大大盒，因為入面呢除咗隻遊戲之外呢，會送多你一條腳帶嘅。咁條腳帶呢，其實如果你有 Ring Fit 嘅話呢，亦都係同樣嘅 Ring Fit 入面嘅腳帶嚟㗎啦。咁如果你已經一早買咗健身環套裝啦，加埋腳帶，你有兩條㗎啦。咁你到時呢就可以雙人去玩呢個足球遊戲，唔使再另外配㗎啦。咁同埋呢隻遊戲呢係基本上多個語言嘅，無論你買咗咩版都好，都係有中文、英文、日文等等語言㗎啦。要玩得投入嘅話，當然就可以買返啲配件啦。嗱，我手頭上呢個就11配件嚟嘅，包括有條帶俾你啦，兩條帶俾你啦，另外有呢個網球拍或者羽毛球拍，同埋 Joy-Con 落去玩呢，個投入感更加大增。咁另外呢，仲有抽嘅手繩俾你啦，就算你換咗原裝嘅條等等呢，都可以有抽手繩俾你用返嘅。另外再送多兩條腳帶俾你，呢度兩條腳帶呢，如果單買嘅原裝呢都要99元。仲有呢個手握，就是、當你玩一啲Finish Boxing 等等嘅時呢，我套落去呢玩拳嘅時呢更加投入落去，更加用到力度。仲有呢就呢把格劍啦，放咗落去就可以有兩把劍啦，你就可以同啲 friend 一齊呢單對單玩啦，跟住都可以一個人玩雙劍都得㗎。咁有11套裝呢係幾抵玩，令到你個投入感呢大增嘅。如果未買機嘅話呢，真係可以考慮今次呢喺個 Switch Box 嘅套裝去出機啦。我哋呢買機而家由 buygames.com 已經準備咗呢個特別嘅套裝出嚟，包啲咩呢，就係、是、包一部主機，一套 Switch Box 啦，另外有曬腳帶啦，再送埋你 Switch Box 嘅護腕啦，仲有一配件包括俾你，譬如九泉嘅玻璃保護貼啦，一手製女美工嘅保護套啦，一個 Joy-Con 嘅透明水晶殼啦，等等包曬俾你嘅。淨買主機2680，但如果全套買呢，咦2799就買咗分度啦，非常之抵，咁可以翻我哋門市或者 buygames.com 喺個網址咧買到噶啦，下次再見你 ，thank you， 拜拜。